节奏。一、节奏有很多种，然后我刚刚说的只是其中的一种，并不是说其他节奏就是不对的，明白我的意思吗 ？OK， 节奏很多种，刚才我讲的只是其中的一种，因为他们的发力方式啊，包括他们的一个方向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的节奏也会产生不同，产生微妙的一个区别。那么我刚才说的节奏只是其中的一种，好吗，同学们？千万不要就是钻牛角尖啊，或者是就是懵啊，哎，我之前老师讲不是这个节奏啊，每一种节奏都是 OK 的，只要你的处理是 OK 的，行吗？哇，谢谢六七二，谢谢六七二的爱心，谢谢五五六零的蛋糕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蛋糕。啊、我现在背面再来做一次地点转啊，这个 twist 的这种跳法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去。对，这是我的节奏。Four, one, and a, three, a, three, and a, four, one, and a, three, and a, three, and a, four.OK 了吗？定点转的角度是多少度？定点转的角度是多少度？定点转的角度有两种啊。第一种，我们每次转度可以是九十度，也可以是四十五度。九十度的是 a two a three a four， 也可以是四十五度，只不过你下一步转过来之后要回到四十五度。a a 斜前斜后。正面 ，and 斜前，斜后，正面 ，OK。挤压怎么做？小糖果，挤压就是放重心呀、啊，挤压就是放重心。每次在放重心，重心产生完了之后，我们的身体就产生了挤压。同学们千万注意啊！现在注意哈，就是现在很多学员啊，很多学生，很多同学在给我发视频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他们的挤压做的特别的，怎么说，特别的刻意哈。什么叫刻意呢？就是为了去挤压而产生挤压。其实我们的挤压是产生了重心，产生了重量之后而产生的一个什么现象。所以每一步只需要把你的重量给完全的站到你的前腿上面去，你这个挤压就已经产生了，明白了吗？非常好，同学们 ，OK。然后我们待会讲完之后呢，讲完第二种之后呢，我们会再。进行一个对比啊，把两种对比出来，然后再去把一些细节问题我们再去去雕琢一下 ，OK？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我们现在就把第二种讲起来，好不好，同学们？行吗？行不行？我们第二种，我们再来做背面的，好吗？然后首先，我先去带着大家去跳三次，我带大家去跳三次，然后我们再来继续讲，好吧？再来讲啊。首先把我们的重心放在我们的右腿上，大家注意我的节奏啊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, one and two, three, four, one and。是斜角 and a three and a four one and two and a three and a 那个
身体。OK， 那么前面是一样的，前面初脚是一样的。Four one， 放重心 ，one head， 站上去，然后去的时候推重心 ，one head， 去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去的时候，我的重心已经到达了我的前腿，然后下面 end 的时候，我对这边啊。我对这个方向 ，OK。下面 and 的时候呢，我现在因为我的重心在前腿，所以 and 的时候，我会在我的后腿这个地方，用我的后脚的脚尖去推地板，然后让我的胯骨产生一个高位。看到没有？这地方是有一个挑胯，伸挑胯，然后主力腿的脚掌去转动，然后保持我的右侧。然后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，我的整个人脊椎是垂直的，然后用前脚去推地板，产生一个放重心，然后再去 three 推起来，放重心 ，and four one and 上步，是我的后脚保持住，后侧的骨盆是高位，拎着我的骨盆。拎住我的骨盆，然后推 four three and four one and 走，伸后腿 and 拎着我们的骨盆 a three and four one and 伸后腿继续 ，and 拎着我们的骨盆，放重心，推重心 ，and 再去走 ，OK。老师讲得很清晰，谢谢。然后肩和胯都有挤压，对的，肩和胯都有挤压，谢谢混进来的啊，爱心啊，谢谢。然后哈，大家注意。刚才那个六六八姐说肩和胯都有挤压，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下面要讲的。然后我现在，我对于这个方向，大家能不能看到我的胯？能不能看到我两侧骨盆？能看到的话，大家抠出来让我看到啊。然后大家如果都能看到的话，就对这个方向去做，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好吗？能不能看到？OK， 好，然后这个地方看。One and two， 这个是 two， 对不对？这个是 two。然后呢，在 and 的时候，我们第二种跳法里面，我们不推到脚尖，我们留在半脚掌的位置，我们留在半脚掌的位置。然后看好，然后我们的后腿，因为我们现在在 two 的时候，我们的右侧的骨盆以及我们的后右侧的肩胛骨已经是连接一起来的，对吧？然后在 and 的时候继续推，继续推，然后我们的骨盆会有一个继续向上。继续向上，然后跟我们的肩胛骨产生一个挤压，然后保持我们的右侧骨盆，然后保持好了之后，左腿的脚掌去拧转地板，右腿继续保持，继续保持，继续保持，然后再去用我们的前腿去推重心，让我们的脊椎到达后侧，放重心，推重心，站上来。OK， 再看一次。Two, three, four, one, eight, two， 后腿不要松，继续拎，继续拎着我们的胯骨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裤子啊，被我拎起来，拎起来，拎起来，然后拎到哪呢？拎到我们这个斜角，拎到我们这个斜角，然后前脚推地板，然后让我们的肋骨往回收。放重心，然后 three 推起来 ，and four 继续 one and 大家注意，我现在的骨盆还是左侧高位，伸左腿继续高位挑动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裤子有一个高位的挑动，拎住，然后推重心。然后 three and four， 好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啊，我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是什么？特别强调一下是什么？我刚才做的时候，我没有去重点。
心，放重心，跳换，转换 3 and 4 1 and 推，放重心，放重心，跳换，推动，转身 and 4 1 1 2放，跳，推 3 and 4 OK。能再节奏喊一下吗，老师？可以的，我现在在正面做一次，好吧？正面再来看一下啊，因为我刚刚都是背面的，行吗 ？2, 3, 4, 1 and 2 and three and four and 的时候注意方向45度 and 2 and 4 and 4 and 2 2 and 3 and OK， 笑什么？笑什么笑？都没有看你手机。笑什么笑？都没有检查你手机的人。对，是不是还有一种翅就直接转过去了？是的，哪一种呢？就是我刚才做的那一种，第一种 ，four one and 去就转身了。但是这种跳法是更多在恰恰里面，明白吗，同学们？比如说。And cha cha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cha cha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cha cha one， 但是在日漫里面这种用的比较少一点。不，我有点感冒。鼻子有点痒，就是有点痒痒的感觉。真好，扫盲点。提胯转身过来的时候是半重心吗？然后有个重心移动，转提胯转过来的时候，对，提胯转过来的时候非常好，是半重心，然后再转换重心，满天星啊，很棒啊，是这样的啊。然后刚8181，我刚说的你明白了吗？恰恰可能用的更多一点哈。对，轮巴和恰恰都有定点转啊，都有定点转。谢谢梧桐细雨，谢谢。轮巴和恰恰都有定点转，恰恰的定点转是什么 ？And 恰 and 恰 and one and 去，直接转身 ，OK？ 恰恰定点是在去的时候就走 ，And 恰恰 and one and 去 and three and 恰恰 and one and 去 and three and 恰恰 one， 但是轮巴里面是去 and 去 and。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, OK。谢谢精雕细琢，谢谢。第一步出脚，后脚是脚掌着地。第一步出脚，后脚是脚掌着地。第一步出脚的时候是后脚掌着地，随时放着。第一步出脚时候，后脚先着地，随之放重心踩板。对，是的，对，是先脚掌着地 ，and 去，然后边推重心边放，然后跳